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走这里。啊。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还要帮你进呗。哎，勾他，闪现勾。哎呦啊，鱿鱼，在这里看。你还能勾了不，大哥？好勾，400块回家无敌了。打个眼儿，先出个鞋，买鞋干嘛？有可能打小法师呢，还有打的杰西，有鞋也好打呀。你像这种英雄有鞋你就能追上他，没鞋他不拉扯你吗？要打近战我就拿长剑了。回去买长剑。回不了家呀，喝个药吧。下边一个 E Q 接点烟死了，他要是回头打我们，我们就 A 他一下，他要是不回头他就等死。除非他这波闪现然后切炮，他能打死。我E上去那一瞬间，他直接闪现切炮，给我一炮套点烟，他给我拉距离，我打不死他。小子得剑上，既来之则安，没蓝了。往后退，哎，干啥呀？我又不是吃不着，我用你帮我吃吗？炮车呀，炮车不要，炮车要了，这不杀不了他了吗？
他200块钱，炮车才70块钱、90块钱，不合适。10秒，等个10秒，有点盐给他越了。西兰刀啦，西兰刀我们就不怕没蓝了。你不应该从右边追我吗？那不从左边追呀、啊。兵线给我卡住，这个兵人给我坚持住，坚持住 ，OK。我闪早了，我闪晚点，他不给我斩杀了吗？等他抠了，我再闪不没有用了吗？净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剑圣不得再来一波、啊？剑圣给我出来，来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哎，对，你让谁好好看好教训？你们家的人怎么那么多？靠了仨人，俩人不够，还得仨人。
也有大夫把这小法杀了。我得来波中路杀一波小法师，怒角妖德尔大王，往哪跑？妖德尔大王，我等的就是你。你不交斩，我不交打不了。你交不交？红咋没了呢？还敢收他呀？一抠，一的，哎呀，这怎么死的？一个小女警还敢在这儿狂叫一打三？你拿。稀烂刀的猴不需要这玩意儿。主要我要了没用啊，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既来之则安。这波先跳弹下来，打不了过来呀，跑。哎呀，你还能跑过我呀？闪什么玩意儿了？我都不乐意交闪，而且我都知道他肯定跑不了，我都没爱先交 Q， 我寻思直接意思他得了，这还要挣扎一下，挣扎啥呀？靠，这鱿鱼须须有点高。哎呀，疼！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哎，这猴可以这么玩儿，先打不了打野怪，然后呢？别人追我们，我们再一回去，哎，这可以。
据我的推断，剑圣应该在附近，要不然这女警不能这么狂，你知道吧？没在附近吗？没在附近他就敢这样吗？那我觉得他有点瞧不起人了。收集无尽大情缘，没什么护甲，我们也可以来个饮血剑。来人找我来了呀！想杀人，剑圣，我能让你动吗？这鱿鱼怎么回事？拿，不要动。找谁？什么玩意儿呢？不用滚！什么老破玩意儿？放死他！哎，我收集了。看来这个人声音不够甜，这是个男的。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呢？什么礼包要给我邮寄到家里头？我去，啥游戏我都没玩过，你邮什么礼包？想套我的地址？不可能。而且是个机器人，你明白不？是个机器人，就是那种你说啥他都是哎这一句，说啥都是这一句。对，520礼盒，什么520礼盒？我才不用你的礼盒，我需要你的礼盒吗？你这个人，我操！你看我过不过去啊？
知了啥呢？快点结束，扫地了。哎，我这技能咋不好使呢？完没了。打个大龙吧。哎呦我，差点勾过来了。打个大龙吧，这应该是拆不掉了。能不能出吸地鞋？我要水银鞋，第一是减控，第二主要是减加点魔抗。快点打个大龙，打个大龙，游戏就结束了，太磨叽了。那我自己打吧，我打不过呀，我没有吸血，我还没有蓝盾，不是蓝盾的，没有破甲，我得有破甲才能打。剑圣装备不错呀，剑圣。怎么的？鱿鱼要进来呀？鱿鱼，鱿鱼进来，鱿鱼。你跟我过来打大龙，你别找那螳螂了，快点的。我爬一下子，我都打得老快了。差三百。赢才是重中之重。不行了，你们的弹幕控制不住了。像精神病。啊！能翻十万八千里。那咋办？你回打回去呗。那咋整啊？他应该一会儿还能给你打。骂错人了，没骂错人，怎么能骂错人呢？得把这剑圣给他收了，这就没那么多事儿了。哎呦我靠，这能遇着我？这咋遇着的都？有点烦。快点拆！
这么难拆呢？是因为我们家手太短了吗？收集者换饮血剑。没穿甲啊，饮血剑。饮血剑加55攻击力，这个也加55攻击力，不行，伤害太低了，不够。我操，剩十滴血，木印加青雨儿，这么多穿甲还要穿甲，那穿甲不一样，那穿甲跟护甲穿透不是一个东西，明白不？护甲穿透是为了打护甲高的人出的，穿甲是为了打护甲低的人出的。不是一个东西，明白不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呀、啊！这是做反了，没做反啊！先把这下路拆了，拆完下再拆中。哎呀，真挺难拆呀，不好拆呀，小法师他妈挺烦人的。咱们这还能走吗？要不风龙拿了？我上去现在肯定没换。我跟他们一换一，我就不太合适。把龙拿了吧，拿完龙，我们再拿个大龙。我得出个村哥，我把这收集换个村哥，我就可以跟他们去换去用鞋换呢，鞋不行，得要他一次。把大龙拿了，拿完就一波了。这我自己都能打，现在我现在我打着大龙老疼了。
这还能打个三十来分钟。胖子们，一个啥？人都哪去了？再整一会儿推不下来了。干什么呢呀？快点儿的！磨磨唧唧的，咋不推了呢？你很急吗？那肯定急呀！一会儿磨磨唧唧推不下来了，啥路破了还推个屁呀？不是啥路复活了还咋推呀？赶紧上去随便勾一个，勾不着无所谓。直接就啥路一破一推就完事儿了，行了。杀我有啥用？那基地都爆炸了。很恶心。